不要掉，不要掉。身材壮硕男子美容院坐脸，结束从包里拿的不是钱，竟是一把水果刀，架在女美容师脖子上，威胁对方拿出钱来。台北士林一间美容店，上个月31日才发生美容店持刀抢劫案。一日晚间，士林夜市知名豆干摊贩，歹徒直接抢走摊车上现金。过年前观光热点，治安亮红灯，警方火速逮人。大队人马冲进网咖，直接把陈姓嫌犯拖出包厢，强压在地。狡猾窃贼逃逸路线多变，沿途还更换交通工具，却还是难逃警方法眼。那个是哪抢劫？有其他共犯吗？于台北市大同区以及新北市三重区将上开两岸的犯协调，具体到案说明。士林区短短两天内发生两起惊人抢案，士林警方二日晚间持拘票接连抓获两名犯嫌。年关将至，民众务必多加留意自身的财产安全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